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大家，我是爸爸。今天玩什么剧？你们知道吗？妈咪。你们让他玩，你也好好玩嘛。开始。不要帮忙，坐着就好。我倒，我倒了。还没开始玩就结束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叠叠了。哎，原来这是表示什么啊？这个表示你不要问啊。表示你把它做好就没事了。好，来把它叠起来。高高，我第一次把它叠，要叠那么歪七扭八的。歪七扭八。完成了，耶！看起来就像要倒了一样。好，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，就这样玩，就这样玩。耶、hey, yeah, 出彩了，抽到了三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我还没讲规则而已啦，快倒，快倒，快倒，快抽，快抽，我求求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抽，你放心，就让我讲完规则好不好？三抽了什么颜色之后呢？下一个要抽的是跟它颜色一样或者数字一样的方块，懂吗？好，那三次抽一个，随便抽一个。哇，你每次都好抽，太困难的。好，叠下去，不想讲规则了。我的爸爸妈，我也可以拿着，哎呀，爸爸妈了。你们搞那么危险，我怎么抽的？小心。哎，三三三，加油！你的脸抽，我预感一定好的啊！就在抽危险的地方，哇，你每次都这样子。不行，我爸爸都挑战了你啊！哎、欸，这一次很好抽，哇哇哇哇哇！又倒了！我会倒了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倒了！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啊、哎呀，我也不敢看了。你一定要搞得这么的危险吗？有人玩的那么可怕过吗？我知道了。我会倒了！你们搞那么危险，我怎么抽啦？好啦，要玩就来玩大的啦！抽哪一个都想要倒的。抽呀！是没事，我的，一定倒的，一定倒的，一定倒的，爹，不要有困难，倒了，啊，哇，天哪，这鸟，有没有可能破金氏世界纪录了？哦，来叠上去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还没叠上。圣诞老公在这边，他好玩 ，OK 的吗？挺好 ，Go， 圣诞老公。留言、订阅、评论、分享，还有看我们哦，拜拜！很开心哦。